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的陈建廷，也是2018年世界脊柱高峰论坛会的演讲嘉宾之一。我诚意邀请你参加这次即将在香港举办的为期两天的学术盛会，不要错过这次与现场4000多位专业人士交流的机会，期待着你的参与。让我们明年1月在世界脊柱高峰会见。